早上起床以后，然后他要出门上班，然后就先来。中午可能就是吃完饭，然后他可能就又来，然后晚上回到家可能吃饱了以后，然后要睡前，然后可能要去洗澡。他说：“欸，你要去洗澡了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对啊，干嘛？”他说：“等一下你来。”然后就又来了。那你要晚上睡前又来，太多次真的太恐怖了。男生呢、啊？男生大概是在国中之后才开始建立，有些还更晚哦，到高中了。然后渐渐对这种身体啊，跟那种有点啊、哦、性这些方面有所那个兴趣，因为女孩子好像比男生早一点早熟，性早熟。那杰哥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性这个东西感到非常的狂野？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。哇，小学应该是这样讲。小学的时候呢，因为女生身体刚发育，对，那你刚发育的时候，你那时候你还没有性别之分嘛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胸部这边长块肉，两颗东西会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会死？你有长吗？他奶超大的，我现在收起来好不好？有，我也有一罩杯，不要这样。好，反正呢，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，哎，男女就是好像比较不一样。那女生可能小学开始发育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，哎呦，怎么就是比较不同？可是那时候你不会想这么多。大概一直直到我到高中交男朋友的时候，然后你会觉得开始对这个性呢非常的有兴趣，非常对，因为就是虚妄度。也没有到虚熟度，因为那时候还未成年嘛，那个时候就会对自己的身体会比较感兴趣，然后也会就试着去探索自己男朋友的身体，大概是高中的时候会变比较主动，对不对？蛮主动的，因为男生在高中还算嫩，你高中开始对这个有兴趣？对啊，那你真正的专精成功什么的第一次达到多大？17岁。那时候也未成年，对，所以他卖 gay， 那谁交到男朋友？不是啊，但你可以花钱啊，未成年的，好，那也还好，因为我这一支就用了17年，这一支，我太牛了吧你！我来抽变得意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觉得那个男的好惨，你干嘛跳？没有，好，他很开心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不定我感同身受，没有，很开心。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下一次会遇到什么啊，那你现在这支好用就继续用啊。是啊，对啊。那维安什么时候开始对性这个东西？我是在高中的时候，因为我高中是宿舍纠察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要晚上巡房的时候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有一间学妹好像还没有睡觉，感觉在偷用手机，有奇怪的声音。我就慢慢的走过去，就是她的床旁边，然后把她的床棉被要直接掀开，想说，哎、欸，要抓她的手机了，就一打开，然后看到她拿那个自慰。是跳蛋，哎、就在前面这样，然后就，然后我还把它盖起来，因为我觉得很尴尬，好尴尬哦，我就很尴尬。你没有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就只是想说，哎、欸，这种坏人好事，他手机，对，这种坏蛋，你以为是手机？我以为他在玩手机，因为我们其实宿舍是不能用手机的，所以说我想说他可能在玩手机。后来你发现这个事情。个人有去采购所谓的跳蛋之类的。后来我就隔天以后，我就跟那个宿舍的那个老师讲这件事情。然后没有，重点是你想独吞那个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重点是我们就真的把那个蛋没收，对不对？没收了以后，我们就在那里研究。哦，果然。对，然后我们在那里研究，想说，哎，这到底是怎么用？你们研究是用讨论还是用实际操作？有实际把它打开看过，可是就因为都是女生，所以就没有在尖叫声嘛。她开始动的时候，哦，她有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你们对，调皮，对，目前为止就是学跳蛋声音，你排行第一，像对不对？是国中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我妈跟我爸的房间里面发现，就是 A 片，没有，不是 A 片，是性爱教学书，鱼书啊，对，是书本，没有看书的书，还有，我小时候太好奇，我想要奇怪，怎么会有就是裸体的那个，就是全裸的那个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厚厚一本哦，性爱教学书，然后我还有就是国中的时候，就是可能男同学会约我们一群女生，然后回家。就没有看成人片，是看成人片，真的是看成人片。然后我想奇怪，没有，他是看卡通的，然后就哎，好恶心哦，因为卡通的都很对，是卡通，因为女生一直缠卡通比较 over 一点。其实这个真人的话，有些按摩系列。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大家不必会讲，男生有时候都会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自助餐啊，那女生也会自助餐吗？
当然会啊，你这通常对啊，有自助餐过的请举手。你说自助餐是自己来吗？对对对，一定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对啊，真的我真的那都会有吧，那都会有吧。哎，你不是说那个没有人不好意思，十七年那根很好用吗？干嘛？可是偶尔还是空虚寂寞觉得冷啊。还是想，还是要用时机点啦，有点时机。那罗会长，你到25岁才有找到那一根，那你？之前已经找到男朋友，孙悟空是不是？找到金箍棒，找到那一位。所以你之前，比如说你对性也多少有点了解，对？难道你就没有好奇到想，这怎么样？来试一下。他会因为就觉得很害羞，然后就是，而且就是看，而且每次看，因为小时候都是除了言情小说，还会看 A 漫。然后 A 漫的女生奶子都超大，身材都很好。然后你就会看漫画，再看自己的身材，就觉得好像，就想说好像怎么不太一样，所以就不太有什么兴趣。这段话蛮实在的。你跑屁啊你！你屁事啊！我说实话不行吗？是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我就是到25岁之后，交了第一个男朋友之后就有哦，就蛮好，蛮开心的这样子。尺寸小的有遇过情趣？都没有，我有朋友，但是没有自己遇到。那他们跟你，你有朋友？你先多少？有我遇过，多少？可能就这样了。啊！起来以后还是还没起来，这是台湾猕猴哎。那之后你们没有？他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在办事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我当下可能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，然后突然，然后我就觉得看如果没有办法满足，然后我就大翻白眼，你知道，我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。白眼翻到后脑勺，然后我就、算了，不要了。这么小、对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你怎么跟他分手呢？伤把他打一顿。没有，后来太小，拿刀就那一次之后就分手了。对方还劈腿，他可能这么小敢劈，他不好意思，太奇怪了吧？不是，因为他当然要劈腿啊。为什么？劈的无影无踪的嘛。就是你有劈腿？有吗？我有跟你劈腿吗？我怎么那天晚上没感觉？那请问有遇过大的吗？我们不敢讲，叫不敢，不敢讲。真的没有，就那一只啊。就遇过，就是幸运很强。幸运很强，多强？哎呦，很恐怖。那真的是，我马上就想跟他分手，可是还在一起了很久。大到多大？是真的从嘴巴出来？他没有到真的就是特别很大那种，可是他就是幸运强到一个，你会觉得早上可能你们早上起床以后，然后他要出门上班，然后就先来中午，然后中午可以讲次吗？就先来，先来。先来一发，回炮回冲。中午可能就是吃完饭，然后第二发，他可能就又来，然后晚上回到家，可能吃饱了以后，然后要睡前，然后可能要去洗澡。他说：“你要去洗澡了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对啊，干嘛？”他说：“等一下你来。”然后就又来了。那你要晚上睡前又来？哦，对啊，潘老师的前女友在一起啊，需要一样。可是他也是天蝎座的，他也是天蝎座的。我就觉得六回吗？天蝎座的恐怖，超恐怖哦！难道女孩子不会有，就是说喜欢这种吗？这太多次真的太恐怖了，真的太恐怖。那你大概觉得多就几天一次是最棒？我觉得每天都有也还好，可是如果一天不能一天超过一次。不是，就一天就4次5次，然后每天都这样子的话，就会很负荷不了。